叫丑出国仔，睇睇黎智英就知啦。是咁的，黎智英早前被指卷入干预美国大选，制造抹黑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嘅丑闻。上个月底开始有人喺白宫网站发起要求立刻调查黎智英嘅联署，要求美国当局调查黎智英系咪涉及非法干预选举同发布虚假消息。联署至今已经突破咗100,000人嘅门槛啦。我除了讲恭喜之外，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恭喜。黎智英明明只是做美国棋子，还成日大大声说咩为美国而战，点知你又在美国大选期间搞破坏。如今联署突破100,000门槛，按惯例白宫要作出回应。拜登下个月宣誓就职新任总统，大家是不是很期待白宫宣布要调查黎智英这一幕的出现呢？不少网民都忍不住震惊说，原来全球都玩督爆，想整瓜他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啊！智英手足人生更巅峰啊！我最期待的画面出现啦！在这样的情况，看怕黎智英想要走路去美国都有点难度啊。不过正如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所说，以黎智英的财力和人物，即使不去美国要潜逃去其他地方都不是难事，所以警方在他家附近加设路障，要求驶经的司机落车打开车尾箱检查以防万一。终审法院星期四开庭处理律政司就黎智英获准保释的上诉，他随时有机会回监狱继续机啊，再创人生巅峰啊！报应。